我先看看。哎，好的。这个姚公脾气也真怪，转的我腿都疼了。你啊，就是缺乏锻炼。咱们这叫城门立雪。什么叫城门立雪啊？这是一句成语，说的是北宋有个人啊，叫杨时，他去拜见大学者程颐，向他请教学问上的事儿，来到程家。 正好赶上程颐啊打盹儿，这个杨时啊就谦恭地站在门外等候。这个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等程颐醒来，发现这个杨时呢一直站在门外，身边的雪下了一尺厚。这个成语说的就是恭敬求教，尊师重道。哎。 可你今天的城门立雪，却不灵了。刘备三顾频繁天下计，咱们这才两立城门，你就受不了了，啊？不过，咱们虽然没有见着他人，但是咱们东西送到了。东西？什么东西啊？诚意，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想起这一幕。为什么？ 按他的品质和素养，事后他一定会感到一丝歉意。根据你的意思，我们全面分析了VCR的软件，结果发现他们的软件中大量运用了我们的算法和构思，只是稍加变化。 用不同的计算机源编程现在的程序，这不是在抄袭吗？是啊，可以这么说。抓紧一切时间，准备一份材料，告他们侵权。可是我们的软件还没有申请专利。怎么会这样？是因为申请专利的时间很长，而软件生命比较短。 我明白了，去准备材料吧，越详细越好。好的。刘总，您随便点啊。他们这儿这鱼翅不错呀。哎，点。哎，服务员，咱这什么鱼翅最好啊？益山菌金钟翅。两份。可以。刘总啊。 资料我都带来了，所有的文件表明，VCR确实是在抄袭我们的内容，您先拿去看看。是吗？嗯，行，我回去了解了解。如果真有这种事儿啊，我们会考虑的。我们可全指望你了。没关系，没关系。哎，那个啊，什么？哎呦，这海参还可以，这叫什么？哎哎啊啊。 补肾，辽参有没有？有。你给我挑两个最大个的。可以。烧制先拿过来给我们看看。行。再来点刺身。行了吧，就俩人。招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受金总的委托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姚工，前一段。 我们对VCR和IC的软件有了更进一步的、更全面的了解，下面大家谈一谈。现在看来区别不大，我觉得我们应该注重公司的规模和实力，这样才能保证售后服务和日后的版本升级。王处长讲得很对，我们一定要深入的了解它的技术力量，也就是它的研发能力。 我这里有一份材料，已经发给了大家，大家都看到了。VCR的技术研发能力很薄弱，好多东西它是克隆 IC 公司的，它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所以我希望大家认真的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原程序的相同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这就好像同一品牌的汽车发动机可以用在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汽车上一样。我们要看
软件所表达的功能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上次的演示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个人觉得，威希尔的软件是不是更适合我们呢？我们最初选择 RC 主要是考虑到它的技术力量和它的技术稳定性和可靠性。可是后来，威希尔通过某些手段和一些关系，比如说送礼啊什么的，当然，我们今天在座的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像这种事情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这对我们很有影响的，这一点咱们在座的都很清楚嘛，是不是？当然，我们将来究竟买谁家的，这我们还要看最后的中标结果。可是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啊，有什么想法，大家都可以谈一谈，啊。公开招标就是一视同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感情用事。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要自律。过几天就要进行公开招标了，到时候软件公司的人都要来，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坐下来畅所欲言，当面锣对面鼓的把事情说清楚。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摆到桌面上来的，包括刘总说的送礼啊，某种关系啊。哎呀，姚工，这你就多心了，我可没这个意思哦。那您是什么意思？我那个车打不着火了，劳驾你帮忙看看。哎呦，对不起，这个呀，我还真不懂。我要跟您一样，只会开呀，不会修。您呀，还得找那4S 店。不好意思啊。没事儿。红军，我车打不着了，你快过来帮我看看。喂，我都等了你十分钟了，那我自己打车走吧。我的车打不着火了，快帮我看看吧。把前箱盖打开。嗯。是，可能是电瓶没电了。昨天停车的时候，你关灯了吗？不记得了。金虎这车出毛病啊，你给4S 店打电话，比我管用多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出事就想到你，可能是我习惯了。那你赶紧走吧，不耽搁你的事儿了。行行行，好了。哎，4S 店在哪儿啊？我这就给你打电话，谢了。
下次如果出现类似的情况，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全国的免费救援电话。这是您的随行卡，还有您的钥匙，请收好。谢谢，再见。来了。来，可以来帮忙。谁的车坏了？那个谁，我的一个老街坊。你放这个地方，我去洗手。红军，我是琳达。这个招标发布会开得很好。好，现在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可以提出来，我们共同讨论。那我来说两句。首先，对于浦发这种顺应潮流的决策，我们十分赞赏，我们会积极配合，全力以赴做好这次的投标工作。我特别想强调一点 ，SE 公司的一贯宗旨就是确保顾客满意。事实上，这个软件是由 SE 公司最早研发的，而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对产品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 ，SE 公司的软件模式已成为业界的标准。于总，照你的意思，我们就没必要投标了，这个项目非你们 SE 莫属了。敢问这位先生来自何方？我们这是在投标，难道你不会站在你们公司的立场上来争取中标吗？但是就算是 SE 最早做的，你也不能说你是最好的吧，最早的就是最好的，这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有人说我们的周易和八卦是最早的二进制，是我们中国人最早发明的电子计算机的原型。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电脑技术的发展是古人所远远不及的。我的意思是，一个产品的好坏主要是看它实现的功能是不是能够很好的为我们客户服务，不是别的。可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不少公司都是在 SE 之后模仿我们。
当然要从实际考虑问题。我说你说的这个话是不是有问题？对不起，我有点冒昧。哎呀，各位慢走，再见啊！再见，好，再见，再见。李卫，虽然我们几家都被浦发定为投标公司，但是你们艾斯的实力还是最强，我们嘛，没准就是个陪衬。嗯，那也比不上洪总啊，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出其不意。又得忙一阵子了吧？你下面打算怎么做？我正在琢磨一件事儿。电视台经济频道每周六晚上不是有个经济论坛吗？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到时候可以多请几位世界级经济学家，让浦发高层和他们对话。一来有助于我们这次的竞标，展示 SE 的实力；二来也可以让他浦发的知名度再次得到提升。况且浦发不是要上市了吗？时机正好，所以金总肯定不会拒绝，而且还会积极配合。你马上去电视台跟他们联系，告诉电视台，经费不是问题，但节目一定得做得讲究。好的。主意真好。红军，你永远是不打招呼就来是吧？我都习惯了，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你啊。什么意思？我不真实？你真实吗？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帮余威绕过那个弯子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行，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一切都是飞碧做的，我只不过演了一台戏，真正的导演是飞碧，明白了吗？别往您那小美人脸上贴金了，她没那智商。这一切都是你的作品，这点我还是蛮有把握的。其实这一切是您被菲比做的。你听我说。别跟我说不是。好，就算为你们俩吧。不对，应该是为你们俩。行了，别你们俩我们俩的，我提醒你一个事儿，凡是余威吩咐你做的，不管怎么着你一定要做好，听见没有？我懂。做顿饭犒劳犒劳你。哎，菲比来。哎，那个琳达来了。对不起，不知道你们有约会。对，我看见你。你们先聊着，我去做饭。希望你能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谢谢，不用了。你们吃吧。有空的话，别忘了回家看看大白和超超。菲菲。既然你们有约会，干嘛还叫我来啊？我哪知道他要来啊？红军，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究竟是怎么想的？我说的就是实话。你怎么又来了？我手套落这儿呢，麻烦你帮我取一下。
没记错的话，该走的是你。关门。哎，飞。生气，行了，别生气了。你有什么事儿坐下好好说，行吗？我一直以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地方。不是，这本来就是咱俩的地方啊。那你干嘛总要骗我呢？为什么要跟我撒谎？我没骗你啊。我没给你撒谎啊！上次你扔下我去帮他修车，还说是你的老街坊，我没说什么。我不说，并不代表我不在乎。你这不好，你翻旧账啊！你这，我告诉你，我本来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朋友。那就没什么了。他需要我帮助，我就帮他一把。这怎么了？我不想让你知道，那是对你的尊重。哎，我可不想。谢谢你还顾及我的感受。红军。越来越不了解你了，我真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你。我这样真诚的付出，是不是值得？老红，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一切都还来得及。别走，别走。潘总，来来来来，坐坐坐，赶紧。点点什么？不点了，跟我走。有什么急事儿？姚工要见你。姚工要见我？是啊，姚工这个人是很有个性的，他一般不会主动见任何人。他提出要主动见你啊，就说明了他对你的认同。嘿，诚惶诚恐。我荣幸之至啊！走。都是些一般的品种，比不上你的那些名贵。让您见笑了。哎，请坐，请坐。谢谢。说实在的，我还是真挺喜欢你送给我的花。要是像你所说的，是你自己种的一棵草，那该有多好。可惜啊，有些东西不在贵贱，关键看它的来历。古人说的好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物件也是一个道理啊。姚公，那件事还希望您多担待。其实也无所谓，是有人拿这说事儿，存心不良。刚一开始啊，我还是真挺顾虑的。可后来我一想，身子正不怕影子斜，自己心里坦坦荡荡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管他别人怎么说呢。我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我今天让韩香请你来，是想听听你那天在会上没有说完的话。姚工说的是面子和肚子问题吧？因为那天有刘总在，我看你欲言又止。今天就咱们俩，你畅所欲言。好，姚工，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这次浦发搞这个企业管理软件的公开招标，我猜想，是想在管理层面上来一次突破性的改变，不会是只装点一下门面，像暴发户似的，只求最贵，不求最好，而是要重在实用。既然是重在实用，那就应该把眼睛盯在软件的实际应用功能上。买一个软件，要解决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恰恰在这点上，我们的设计和你们浦发的需求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洪总，一语中的。我们要买软件的消息公布以后，大大小小的公司蜂拥而至。可除了你，没有一家公司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替我们考虑问题，而且是切中要害。洪总，你给我们的决策层提供了一个考虑问题的新角度，我在给金总的报告中一定要补上这句话，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姚工，您太客气了。买家卖家像一家，这样生意才能做得长远嘛。买家卖家像一家，好，好啊。说你这个人啊，我刚进家门，有什么事儿明天说不行吗？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记得吗？我想不起来了。今天是我生日。
如果没有什么异议，我们就这样定了。你们的嘉宾呢，需要提早到，要和主持人磨合一下。好的，啊，丽娜小姐，还有一件事情要和你商量。别客气，你说吧。你知道我们的节目常常需要嘉宾，而我认为你的形象和气质非常好，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我们节目？别，我就别了。其实你没问题的。这样吧，你回去再考虑一下，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你再回复我。那好吧。IS 的高层论坛在浦发反响很大，这对我们以后的竞标啊很不利。我就在这琢磨，我们应该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动作。我了解了一下，天龙卫视啊有一档节目叫龙头。龙头你听说过吗？哦，我知道，好像收视率还挺高。对，就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介绍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播出时间和高层论坛是同一天。我就想啊，在这档节目当中安排金总的专访，你们觉得怎么样？这创意不错。不错吧？最好在他们节目之前播出。好，洪总，这事儿您向罗杰先生汇报了吗？我觉得咱们应该把有限的资金放在对产品的研发上，没有必要搞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再说了，咱们作为地区代理，有必要花这冤枉钱跟他们置气吗？你说什么？这叫什么话？什么叫置气？什么叫华而不实啊？我这叫战术，你知道吗？我就是要让余威和浦发知道，他艾斯不是这个行业的老大，最起码他现在不是。我就是要叫这个板，怎么着？可咱们公司没有这笔开支，要不然您向罗杰先生申请一下。小姐，我知道你要说什么，用不着，我自己解决。好。于总，我也是刚刚才听说，昨天是你的生日。来来来，一点小心意，虽说是迟来的祝福，也是祝福。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想的真周到。明年吧，我一定记住今年的昨天，我要让全公司的人为你开一个盛大的生日 party。坐，坐坐坐坐坐。你干嘛要这么做？哎呀，有首歌叫《彩云归》，两句歌词儿好啊：同是天涯沦落人，苦瓜苦藤尽相随。谁是苦瓜？谁和你相随呢？说话别这么刻薄。哎，你想想，咱这外地来这城市的，不都是天涯沦落人？初来到这座城市，总是想先得混出人样，然后呢在那儿买套房子，再添辆车。现在这些倒是都有了，可就这心里啊还是觉得不踏实。哎，你有没有这感觉？哎，少来扇我啊，我觉得这挺好的，我都把这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了。哎呀，你们女人怎么着都好办，嫁到哪儿哪儿就是家，再长得漂亮点就起活了。我们男人呢，先得立业才能成家，容易吗？那你这立了业的，也没见你成家呀。跟谁啊？找不到像你这样的，我就不成家了。那你就只能打光棍了。Why？ 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我，
没有人跟我一样，所以我才这样。喂，啊，丽丽，怎么着？什么？啊，好好好，我马上来。说吧，又出什么事儿了？别紧张，找你呢也没什么为难你的事儿。超超呢，知道我这两天跑电视台，他想要几张娱乐节目的座场票，我帮他弄了几张，没时间给他送回去，你捎回去吧。嗯，谢谢。等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我们的企业精神。为什么是草呢？因为草最顽强，最有生命力。因为草最普通，最平凡。因为草最团结，最抱团。一棵小草活不了，一堆小草长得好，一片小草不得了。大家跟我来。